四个当中有没有就是已经有爸爸妈妈开始谈婚了？肯定有。月月，你的意识父母说没有，但是真实的父母应该是有吧，对不对？月月什么情况？月月啊，其实说实话，我是到这个年纪了，然后父母会有点着急。会怎么样呢？您到什么年纪了？您等一下，我没多大吧？请问一下，多几岁啊？你看已经三十多了，你看啊，二十六岁。他说三十六了，他说他今年三十六了，不止他说人三十六，他说三十六了，对，不大也不大，呵，那二十六岁就到年纪了，父母亲会怎么样？就是嗯，也还好，就是说不停的点我啊，点你啊，天天的，你有鼠标是吧？天天点你，天天点，嗯。鼠标，就是会拿我一个堂弟说你看你堂弟啊，家里多好啊，哎呦，也稳定啊，也哦，也结婚了，别人家的孩子，最怕的就是有比较，你看别人孩子都几岁了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会怎么回答那个？就，您说刚刚韩哥在说男女比例一比五的时候，底下就有人说，哎，抢我呀，抢我。对啊，娶他们五个抢一个来，你看看现在姑娘长多纯纯的，娶他们啊。父母亲说呢，就是其实这种情况还好，但是有那种就更直接一点，就是我妈就会说，哎，就是我一个同事家女儿想认识一下你啊，那种。不行，不许去，坚决不要去。现场好多女孩子，不行，都不行。哇塞，你给我回来，集体变成奥特曼了，奥特曼还是不行。除非那个同事的妈妈是我妈。